偷十万回来了，老家啊，了十万去啊。秀出手中追回来的现金，台语歌手杨哲说，出门一个礼拜，到大陆接太太返家，住家却遭小偷。最惨的是，伊家警察讲，伊是我换贴的，是我叫伊来阮家住的，我倒来阮家。整整六个多小时，我厝里冰箱阁有冰 OEG， 伊阁摕 OEG 出来煎哦，煎来食哦，然后还出去买啤酒回来配哦，阁把我的衫裤拿出来穿。请过来输。他说十四号从大陆返家，发现被偷走首饰、现金总计50万元。小偷翻箱倒柜，偷穿他的衣服，甚至偷吃冰箱里的食物，就连蜂王乳也不放过。哎，干啥倒安尼啦？这什么啦？这彭红玲啊！吓死啦！这查拉布给咱倒的。傻眼啊！俺倒几碗。他把我们冰箱的菜都拿走了。对，他昨天带走了。还好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发现是名惯窃，搭乘计程车离去。嫌犯虽然二度更换交通工具，从高雄逃到新竹的汽车旅馆躲藏，仍然被原警逮到。民众报案称呢，在鞋柜里面的备用钥匙遭犯嫌来发现，并窃取家中的首饰、现金等财物，损失约50万元。警方不到24小时逮获惯窃，帮忙追回10几万现金。杨哲无奈表示，已经找了锁匠来换锁，还没追回的损失将循法律程序讨回公道。TVBS 新闻张丽玲高雄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